基础更牢，网络能力持续提升，网络基础日益完善完备。截至三月底，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过264万颗，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端口数超过了1793万颗，实现40通千兆，谢谢同 5G， 算力规模快速增长，提次优化的算力供给体系初步构建，算力规模排名全球第二，年增长率近30%。IPv6 发展不断深化 ，IPv6 从能用到好用。移动网络 IPv6 的流量首次超过了 IPv4 的流量，占比超过50%，迎来了 IPv6 主导的互联网时代。